全部拿下来。你做了只有一件。就这个，里面有毛衣。今天的话，我们在这里打水、洗澡，洗完澡再出发了。这里是香格里拉哦，这里是一块很大的草坪啊，看，对面是雪山啊，对面是雪山。然后呢，那里有一个十字塔啊，五彩旗的。等一下，我们过去看一下。拉了一根很长的线过来的啊，然后我们在这里烧水，里面的话有一个插排，在这里充电的。来弄一下这个帐篷啊，来小峰，拉一下这个。我抓着完了，我去搞这个帐篷啊，行。拉过来一点。拉一下，把它拉开。可以了。拉过来一点，再近一点就可以了。就这中间就可以了。牛屎，这里好多牛屎啊，大姐，都他们天天来的牛拉，对呀、啊。要下雨哦，今天看你这个天晴晴的。没有雨，没雨啊。嗯。去那边扶的。你们老家冷不冷，大姐？我们老家呀。河南。不冷，这边冷啊。这边。这边这边地暑好。我们来这边，我们老家冷。哦，来你们老家冷。我们住了一个多月了，好几个月了。嗯。我们也在我们家。嗯。我们家呢，回来这冬天衣服啥都穿着了。现在呢，帐篷已经支好了啊，现在呢就用这个帐篷在里面冲凉了。现在风很大啊，然后水呢差不多也烧好了，就擦一下就好了。你、啊、那洗头能洗吗？头也不能洗。我早晨洗的头倒是洗行。你别洗头哦，等一下感冒了，又感冒，等一下高反。感冒了可不行。这边高反，对。也动不了，我告诉你吧。别自己早睡都睡，难受着呢，后来是啊，完了又没出汗，泡泡脚也可以，就泡泡脚就行，对，随便擦一下就可以了，擦擦把衣服换上洗一下就可以了。啊，你，对你不要冲，等一下感冒了，你感冒是小事，等一下高反你就氧气都没有，这边制氧机没用的，对，制氧机没用的。没有用的那个制氧机，它高原反，我们没带来那个挺老大家伙，那没法背。你实在不行，买那罐的吧。是啊，买那罐的那种氧气，比那个制氧机还好用一点。我们买那个制氧机。啊、哦。等于高反了，哪俩都有卖那个那罐。对，那个罐有，那个罐比较好用一点。制氧机就是晚上睡觉插着。啊，那个效果不好的，除非。上5000块钱的时候，那个才可以的，才有效果的。是高原版的。啊，高原版的，那就可以。啊。那个呢，3000多块钱，不到5000。啊，差不多。小，我们买的小，就是女生的。嗯。现在呢，小凤啊，想去洗澡。小凤想去洗澡。这边的话是不能够洗澡的，因为高原地区。这边的话不能冲凉的，等一下会高反的啊。对呀。在这里接点水啊、哦，顺便摸一下这个线带不带得动。这个线还是比较小的啊、哦，有点温温的，还是应该可能带得动的。再打一桶水。哎呀，这个水呢，给它打满。
这边的话天气啊好冷啊，估计今天的话只有两三度这个样子啊，白天。我跟这个小凤说，要他不要冲凉，不要冲凉，他就是偏偏不听，他就是偏偏不听。等一下，如果说你搞反了，你别找我，跟你说。冲好了？对。你冲凉了？啊？嗯。你等一下，你别在那里头晕脑胀的，你是别喊我，跟你说，不听话。今天呢，我们。就来这个地方充电啊、哦！这个是快充，给我的车充电了。哇，这个线好粗啊，好重啊！现在线呢已经接好了啊，现在我要进行扫码就可以充了。现在呢？充电枪已经在充电了哦，现在我们在这个南方电网这个门口充电了，充完电之后就可以出发了，现在正在充电了，快充。现在呢，这边全部是绿牌车充电啊，只有我一个蓝牌车在这里充电，搞得好尴尬呀。他们的车都是绿牌，就我的车是蓝牌的啊。蓝牌车充电你们有没有见过啊？现在呢在这里加油啊，充完电之后在这里加油，加油完了之后我们再继续出发。这边的油价呢是8.65啊，油价很高的，这边的油价。现在呢我们已经找到新的露营点了啊，因为今天的话出来比较晚啊，上午的话因为我要有工作要忙啊，然后车子在那边又要充电，然后所以说现在要到晚上6-7点钟才走啊，大概走了半个小时啊，然后就来到这里啊，这个应该是个垭口上面啊，山上的一个垭口。好冷啊，这有一块空地就在这里露营了，因为晚上的话行车也不安全，今天晚上的话就在这个地方。等一下，可能这里会有大货车过来啊。小凤，你没鞋子穿了？这不是鞋子吗？穿个拖鞋。啊。一天到晚穿个拖鞋。没有鞋子了。去西藏了，去西藏了，还穿拖鞋。你手太冰了。来，给你捂一下。你手这么冰。你过来，给你捂一下。给你搓一下。拿冬天的衣服。这样子。这样子。拿冬天衣服出来。拿冬天衣服啊、嗯、你有冬天的衣服吗？有两件毛衣。你这不是冬天衣服吗？但我里面是夏天的那。就穿只有一件这个衬衣啊。对呀、啊。就穿衬衣啊。你不也是穿。我穿短袖。你不也是穿短袖吗？我穿的短袖你还穿的长袖。所以说拿。你要穿毛衣是吗？是啊。我跟你去拿毛衣走。不是在这里吗？没那边。哎呀，头有点晕。这边的话，说话说大了，声音头都晕了。拿衣服，你知道你衣服放被子前，你知道你衣服放哪里了吗？这里啊。你先拿出来，我把夏天的收了。现在这个天气已经没有夏天了。不是夏天来了吗？五月份了，马上还没有夏天了。那你觉得现在是、像是过夏天吗？今天海拔有点高啊，说实话。3500，三千快3600了。说，哎呀，哪个是你的衣服？快点过来找。你自己找，我抱你上去。嗨，爬上去。
爬上去试试找啊，哪个是你的？哎呀，那个，我的脚，哎呀！快点，我给你驮着。哎呀！让我搞乱七八糟这东西。这个衣服是你的吗？上面这一袋是我的。你把这个先拿出来。这袋。就在这个红色的是你的，对对对，全部拿下来。红色的只有一件。就这个，就这个，就这个，你里面有毛衣。哎呀！哎呀！哎呀！鞋子呢？鞋子。快点，我头晕了。我们的行李啊，衣服啊，实属太多了啊、哦，春夏秋冬的衣服都有啊。就一件毛衣啊。毛裤啊，毛衣啊，不是还有那个厚裤子了吗？厚裤子在上面那个，在那一个袋子里面。换上去。快去换上。